太清寶告，至心歸命禮，隨方設教力劫道人，為王者師、弟者師、王者師，假名亦號，立天之道、地之道、人之道，隱性顯凡。總千二百之官軍，包萬億窮之凡器，化行金鼓，著道德凡五千言，主握陰陽，命雷霆，用九五數，大悲大願，大聖大慈，太上老君道德天